陈冠霖与郑仲英二十年前的婚姻纠葛近来再度掀起外界关注。三日，陈冠霖在社群写下千字文反击郑仲英，隔天凌晨郑仲英再度贴出当年对方写的悔过书，战火至今五日才稍微停火。但有网友发现王彩华三日晒出的火辣美照，留言区出现陈冠霖留言赞叹，天啊，已经很美啦，美翻了，且王彩华还亲自回复，谢谢帅哥辛苦你了。而其中的辛苦了引来外界揣测是否可能知道事情的内幕。针对外界的讨论，王彩华稍早回应三立新闻网记者，对于回复陈冠霖的留言仅表示，就是大家互相彼此给温暖。陈冠霖与郑仲英这起二十年前的婚姻纠葛，或许只有当事人才知道事情的真相，